日本制造联盟访华代表团是在今天上午11:40搭乘飞机来到台北。这个代表团一共有104人，是日本制造联盟第8次组团访我国。这次到我国来，主要的是要参加我国国庆的各项庆祝活动，同时也将跟国立历史博物馆、中国书法学会联合举办中日书法联展，一方面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，也表示民间的友谊。